求职者上门，摊位询问有兴趣职缺，履历表填写个人资料，面试官进行一对一面试。想要询问就是月薪有到40000。迎接学生毕业求职潮，北市府27号在台北车站大厅举办就业博览会，近3000个职缺，平均月薪38000，还有不少餐饮职缺月薪上看40000元。在来之前，我原本是预估说可能会稍微低一点，但实际来了之后，发现说开出的条件其实还蛮优渥的。如果是没有经验的话，餐厅的话大概说是33000左右。那个劳动部那边有26400的基本工资，但是其实这个薪资基本上是不太好请到人，对，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，基本上没有3字头应该都不好请人。提供工作机会数最多的是餐饮业龙头鼎泰丰，不少职缺看过去月薪通通40000起跳，还特别标记无经验也可以。像是餐饮服务专员月薪就在42000到48000之间，三井日料外场人员起薪也来到41000，另外知名火锅店鼎王外场服务员起薪虽然只有35000，这次也特别寄出晚班加急8000元，月薪一举突破40000元。一月有调整一波，那3月也有调整一波，那今年5月又再调整一波，那整体而言，整个薪资大概涨幅了调了20%左右。48000开始，那另外厨师人员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希望是具备基本的一些厨务的经验，那也是从57000开始。这回疫后寄出40000元，优渥高薪先抢人大战，眼光不止看准毕业新鲜人，也让不少二度就业想转换跑道的民众跃跃欲试。三立新闻高冠轩、萧光明台北采访报道。